没了。好，下一步，看你能不能命令工虫突变为孵化所。孵化所是虫族基地的核心建筑，它会散播虫胎，让其他虫族建筑能建造在虫胎上。孵化所也会孵化幼虫，能用来变形成工虫或其他虫族生物。幼虫变形后，孵化所会随时间孵化新的幼虫。刚有一个额外没拿到，我要放更多工虫进实验室了，看你能不能命令他们采集那些资源。金矿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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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更多的王虫。做得很好，凯利根，你能变形出更多工虫吗？我需要王虫才能继续孵化虫族。他有城堡啊，人口上限总会是饿啊。一只王虫应该没什么大不了。金矿不足。哦，没事没事。虫族可以利用王虫来产生更多的补给值。您目前的最大补给值以及目前使用了多少补给会显示在画面的右上角。如果你的补给值不足，就无法变形单位。金矿不足，金矿不足，金矿不足，金矿不足。很好，金矿不足。我原本计划到此为止，看来可以再进一步，试着让工虫突变为孵化池。金矿不足，金矿不足，金矿不足，金矿不足。要突变为虫族建筑，先以左键点选一只工虫。金矿需要更多的王虫。需要更多的王虫。要突变为虫族建筑，先以左键点选。金矿不足。金矿化池能让孵化所将幼虫变形为异化虫。不足。金矿不足。你知道这不会有好下场的，对吧？实验环境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身上都是毛。孵化池已经完成了，你应该下来实验室亲自看一看。我在这上面看得够清楚了，谢谢。凯利根，我想今天的实验就到此为止，你做得很好。什么？假如你以为这样就做得很好，那我来让你开开眼界。我要孵出一些异化虫。金矿。凯利根，你在做什么？我要测试一下你的实验环境。金矿不足，金矿不足，金矿不足，金矿不足。哦。需要更多的王虫。需要更多的王虫。金矿不足。拜拜。住手！我没叫你变形出异化虫。这就是虫族最有意思的地方，维勒安，他们总是不会乖乖听话。实验终止，派哨兵机器人进去清除隔离室，封锁下层，启动歼灭机，任何东西都不准出去。等我摧毁你那台可爱的歼灭机，你就会明白虫族是无法操控的。太烂了吧！我感应到隔离草里面还有其他虫族，维勒安，你还真是不小心呢。也许我该把他们也放出来。隔离失败，虫族样本脱离控制。疏散科学家，撤走所有人员。更多异化虫，很好。可以利用一下。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凯利根，这不是在玩游戏。虫族也不是玩具，
然后对话不同了、欸。有虫族，快逃啊！该死，撤走那一层的所有人员。底层人员已全数撤离。这已经全面失控了。隔离门已关闭。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自动化毒气防御系统已启动。不摧毁那些炮台，就打不开隔离门。毒气在伤害我的异化虫。隔离门打开了，现在来摧毁歼灭机吧。然后早打这里。现在归我指挥了。需要更多的蝗虫。谁会在这张图被全灭啊？太难了吧！这关要被全灭更不可能啊！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还没有，我还被关在你的牢里。歼灭机已启动。下层泛滥穷灾，算你运气好，没造成伤亡，凯利根。这不是运气好的关系。你现在应该了解虫族有多危险了吧？我会把他们送回去关好。很感谢你。如果你想上来的话，我现在就把门打开。下次你想表达意见的话，可以不要毁掉大半的设施吗？